意，我要温柔，我明白你的追求，终于安静放了手。情歌听多了难受，仿佛在揪着伤口，夜里单思的守候，眼泪在为你颤抖。想继续来证明这不是场游戏，却没抗拒怎么都是多余，我如何面对自己。你走进我生命却又转身离去，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清醒，我接受你的决定，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曾深爱过。想继续来证明这不是场游戏，却被抗拒怎么都是多余，我如何面对自己、你走进我生命却又转身离去，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清醒，我接受你的决定、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相信哈喽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马股对确定看盘技巧。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科技股到底泡沫有多大，为什么大多数人买的科技股不会起，然后以及呢，进入二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就出现上涨，那么对于整个二月份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请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然后如果说您是一直在跟着听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啊，让更多能够学习到真正的技术分析，对吧。从昨天我们讲的那个变盘台历以及加上时间空间的测算，对吧，非常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个反弹的起点。那为什么行情前边会一直下跌，那么从昨天开始起了呢，是吧。我们还是要拿出来这个台历啊，下一个变盘点是15号，对吧，2月15号，然后之后呢是26号。如果你想要这一页的话，是吧，我可以给你发过去啊，所以说你就可以写下你的名字，在下边这个联系方式，知道吗，发一个 WhatsApp 给我，想要这个二月份的备份台历，我就会给你发这个图片，好吧。它确实非常非常棒哦，二月份的事情去年年底就已经知道了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周边市场，昨晚上没有做这个晚盘解析啊，因为昨晚有一些事情还在处理着，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差不多一切都正常了。我们来看一下昨晚欧美啊，其实昨晚欧美还是不错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美洲，美洲这一面呢，你看到几乎全部都是上升的，而且像道琼斯呢就涨了 1.57， 纳斯达克涨 1.56， 标普500涨了 1.39，
然后在昨天之前呢，我们看道琼斯呢这个行业都是比较弱的，在三大股指当中，纳斯达克、标普五百、道琼斯都属于最弱的，它昨天呢就变得是最强的，是吧？那到底为什么呢？一定是传统行业，以及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疫情的一种好转会导致这个传统行业出现上升，对吧？那么刚刚呢在会员有传一个消息，说什么呢？基本上 MCO 阶段呢，现在政府马上要放开所有的行业可以经营啊，这个事情呢对于传统行业也是一个不错的影响。一旦确认的话，短线呢这个传统的这些行业也会有暴起，那么一两天都有可能，是不是？那么对于美股呢，我们就先看那么多，大的环境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欧洲的情况，欧洲走完了，昨晚也是不错的，看到吗？基本上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像俄罗斯啊、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布拉格指数、法国、欧洲斯托克、德国富时 AM 全股，包括英国250，涨幅都在100线以上，意大利啊，包括英国啊，是吧？富时100啊，都涨得不错。那么这一面呢，只有波兰出现小幅的下跌，其他基本全线的上升。那我们再来看今天亚太地区的情况是怎样的。亚太地区今天开市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上升的，印度昨天涨得比较多，目前的越南或者名士是吧，自从那一天我们抄了底之后，你发现它一直在起，那么就在这个位置就建了个底，然后一直在起。然后我们看到最厉害的是哪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真的是非常厉害啊，它能几乎超到最低点，这是大多数功能都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方法特别好啊。无论是这次的油气也好，还是说那个手套也好，是吧，都可以用它来抄底。你看紫色销售阳线怎么样，就开始起了，对不对？所以说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国家、什么指数、什么股票，都可以用这个信号来进行抄底。那么这个不属于一个软件里边，软件里没有这个信号，它只是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动态筹码啊，它这个筹码是紫色的时候，这边也是紫色，那么它是黄色的时候呢，这边一般是红色啊，这边一般是红色，看到吗？啊，这边是紫色，正常的都是黄色啊，正常下跌是黄色，正常上涨也是黄色。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去抄底也好，还是你怎样卖点也好，是吧，都可以用到这个方法啊。以及我们来看看道琼斯有没有啊，你看有没有，哇，你看对吧，这一天出现紫色之后，昨天是大起是吧，前天大起，昨天又大起是吧，你看对不对，真的是非常好哎。所以你想做股指，还是想做期指，还是想做什么东西，是吧？那么这个信号都是可以帮到你的，但这个信号没有在软件里面啊，它只是那个我们自己用的，我们自己设的。如果你想要的话，是吧？啊，你买了这个软件就可以拿到这个信号。那这个信号来讲呢，在左侧交易当中呢是非常棒的一个信号，它可以提早的告诉你这个事情，对不对？以及像 KLCI 啊。你看它的紫色也消失了，你看到没有，紫色消失收阳线了，我们一直等的就是这个东西嘛。然后今天起没起啊，今天起了，对不对？这就叫实力，这就叫厉害，是吧？你前面在这儿买入有用吗？没用，对不对？你就等吧，这是反弹买了有用吗？没用，你得在它差不多，我们说这个紫色差不多是六到八天的时间，是吧？你看截止到这天是多少天呢？是六天啊，是五天。那说到底是六天还是八天呢？你这个数据要用这个技术分析来确认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光用这个信号也不行。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有了这个信号也感觉，哎呦老师，我这个信号好像是假的耶。原因在于说你只有这个信号，你不会分析。那你说当这个哪一个紫色最好啊？那肯定是这一个呀。那前面紫色离这个支撑位还很远呢，对吧？它是低点的概率，就是它能够
触及到这个重要的上趋势线，以及呢这个是前边的重要的什么呀，这个支撑位，这个重要的两个重要的支撑位都在这个位置汇集了，然后它在这一天呢就到达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一天呢就是既可能会出现什么呀，这个紫色是特别有效的，听说没有，完了之后第二天就反弹了。然后在上周我们在讲那个大金融投资周报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了啊，你可以倒回去看，对不对？一旦它在此受支撑启动，那就可能会是什么呀，一波行情，对不对？一旦破掉的话，那本周拜一拜二破掉的话，那个就基本上确认了整个头肩顶的形成，是不是？然后便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提前都是要知道的，要不然你就到今天明天才知道那就晚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一直跟着听课的话一定是有感觉的啊，如果说你没有跟着听课，你第一次来的话一定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说一定要跟着每天听，而且都要听完啊，不要听一部分。很多人会呢那个听一部分就感觉学了一点，哎，挺好，是吧？有些人呢今天学到了明天没学，或者后天也没学。他这个股票的预测呢，他的精准的预测必须要建立在每天看的基础之上啊，每天都要看你才能够有感觉，是不是？一天不看就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就跟你看电视剧是一样的，抓嘛，是吧？你想预测它的结局，那你必须每集每集这样不间断的看，然后大概比如说这个整个电视剧呢三十集，你看到差不多25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结局就可以预测了。但是你前面都没有看，就拿出来一个25集的电视剧看了一集，然后你去预测它是怎么开头的，它的整个事情怎么发生的，然后以及在大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做精准的做到的，听懂了没有？所以说想修炼，什么叫修炼啊？修炼不是说我今天我高兴我就修炼了，我高兴我就学习了，是吧？只有不间断的学习才能够持续提升。那么间断的学习就是你今天学了明天没学就忘了，然后呢忘了差不多了又来学了，又学前边的，然后又后边又没学又忘了又来学，不断的重复的就是那么学，感觉学了跟没学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会学习，对不对？会学习。然后在周线里面呢，上周也出现了紫色了，也是给大家看到了希望。在大多数人都失望的时候，软件会给你希望啊，我会给你希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来这个平台的这个意义，是吧？其他人看不到的，不能提早看到的东西，我们提早看到会给你讲这个事情，是不是？但凡是上个礼拜天听完我们讲课的，是吧？基本上都对这个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过多的讲解。然后我们来看那个亚太地区，刚才我们要看一下马股，是吧？看一下马股啊，你看泰国涨了，是吧？亚太地区今天涨的就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多数国家都起了。马来西亚目前呢涨了9.24，昨天我们说了一个盘中的结果，1583，如果说没有过的话，谨慎看空。那有时候呢，它到了支撑位以后怎么样？第一天它可以不过，两天如果还不过，真的就完了，是吧？两天要是过来也还可以，是吧？比如说今天收盘收在1583以上，就是比较好的一种信号。如果今天收完盘，不幸的是又收在1583以下，那后边再往下跌概率比较高，而且创新低的概率也非常高，好吧？这是给大家讲过了。然后你看它又是早盘震荡冲高回落，然后目前呢很快又回到这个黄线上方了啊，这是很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啊。最高的今天到达了1593，目前呢是1588啊，远远的高于这个1583点，对吗？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KLCI， 它这个走势它就是到前期低点没有破掉，是吧？然后而且我们昨天动用了什么呀，这个 bankships， 对不对？你看就是这一天，为什么这一天的 bankships 更好呢？因为到支撑位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抄底，你得先找一个可能是底的个地方去抄底啊。哦，你在这儿呢就想着要抄底，这儿出主席时候有用吗？没用。所以它得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底部以及刚才我们画了个线，在这个位置出现，比如说
一些底部信号，它才是比较厉害的，是吧？然后你在这天买了之后，你发现浅了，是吧？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些六十分钟图，是吧？六十分钟图里边，你发现它其实就走了一个下跌五浪，对不对？下跌五浪走完，目前走一个 A B C 嘛，也是可以看三十分钟，对吧？那三十分钟这个下降趋势呢，你可以画一个图嘛，画一个下降趋势线嘛，你这样画一下。画一下完了之后，它这边怎么样？结束了它的下跌趋势是吧？目前至少它不是下跌趋势了，那它就应该是横摆或者上升，对不对？到底会横摆还是会上升呢？其实要取决于下边有没有吵架，是吧？如果下边有吵架呢，就可以；没吵架就不行，是不是？以及呢，上一次我那个讲了一下那个1818。今天一看，哇，这涨赚了很多啊，涨了很多呀！上次我们在讲这个主力吸筹的时候呢，拿这个1818做的案例，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如果真的记得的话，我就在这儿讲的。讲完了以后，你看啊，它从7.9块涨到最高去到多少钱？7.9块最高涨到9.6块，差不多2块钱，对吧？所以你赚2块钱，你买10张就是2000嘛，对不对？哎，不是2000，是2万啊，2万块就到手了，两万。你看它每次到这儿都是一个低点，是吧？是吧？前期低点是低点，前期高点是高点，是这么说的吧？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到了前期这个支撑位了，它出现这个主力吸筹就是一个很好的点，是不是？好，所以说这是用这个软件，不是说它出来之后你就光看一个指标就完了，你一点技术分析都不会，什么支撑阻力啊、头肩顶啊、什么头部形态、顶部形态、趋势状况、浪形结构。这些东西你完全不会看，那你用这个软件效果也一般啊。所以说呢，会员朋友呢，希望你去打一打基础，知道吗？其实没那么难，前期高点是高点，前期低点是低点，就这么点事情，是吧？然后有人说，前面几次为什么它就起不来呢？然后后边这一次它就起来了，你看它会有不同点，它不会一直在这个空间里边震荡，一般震荡几次啊，三次就应该起来了，是吧？这是一个三重底，三重底起来之后呢，你看它在之前，它在这一波启动，这一波启动，它的散户始终没有消失，但是你发现，它在这个当天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当天突破的时候，它就超越了之前所有红柱的高度，是吧？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种突破是有效的。如果它在突破的时候，庄家还是很少，甚至比这边还要少，这种突破是无效的，听懂了没有？然后后边第二天呢，散户就消失了，这就意味着它的上升空间就打开了，是不是？上升空间就打开了，啊，这是我们讲一个个股的案例，能赚钱吗？真的可以赚到钱，知道吧？你只要好好学，真的可以赚到钱，不是赚不到钱。之所以很多人赚不到钱，第一，要不然没软件；第二，要不然不会看；第三，要不然不会技术分析；要不然不会看那个图表，是吧？就是这么一些因素导致我们不赚钱。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想要赚钱，真的是以赚钱为导向的话，我已经在每节课上都跟大家讲，想赚钱得盯盘这个事情，是吧？盯盘盯什么呀？盯图形啊！你研究，你玩股票想赚钱，你得研究股票啊，你别研究公司啊！研究公司干什么呀？对不对？研究公司你图什么呀？研究公司你要收购他的公司吗？对不对？我们研究这个图表特征就可以了，它的高低点你清楚了，就可以赚点差价嘛，对不对？之所以很多人不赚钱，是因为他老研究报表的，研究公司，你研究它干嘛呀？对吗？你研究一下股票不行吗？对不对？你研究一下图形不行吗？是吧？哦，你们研究公司做股票，那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你研究股票做股票，对不对？就对了，只要这个方向对了，你赚钱就已经是找到门路了。只要你还不是说啊，有人甚至凭空想象，连那个公司都不研究，凭空想象就是到处乱听，对吧？你说他能赚钱的概率多高啊？所以不要老抱怨自己不赚钱，你要自己深入思考为什么不赚钱，对吧？那不赚钱不是别人的原因，你多从自己自身去找原因的话，你反倒可以提升。你老找别人的原因能提升吗？是吧？那很简单的道理，你又不收购这家公司，你研究公司干什么呀？
我研究研究这个图表，这庄家进了我跟着买，趋势上了我跟着买，买了赚了钱就可以了呀，很难吗？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能好好的做，能认真的研究的不多，能够从那个公司那一趴能够出来的哦，不研究公司就研究图表的人也非常少。为什么要研究公司啊？这股票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对吧？然后我们前面也讲了，三分靠业绩，七分靠炒作，我们就看这个炒家就可以了。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推升的力量是来自于炒家，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搞清楚的话，你这个股票就太简单了，你赚钱跟吃饭一样，知道吗？对不对？如果说你还没摆脱这个束缚的话，你都没用。所以说财路等于什么呀？等于你的思路，你思路不畅通，你财路也畅通不了，财路畅通不了，你就不可能有钱，你不可能赚到钱，听懂了没有？这是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很多人买那科技股，然后为什么不起啊？啊，一会儿我们给你讲那个散户的劣根性啊，这个不得不讲。要真的想救散户的话，你必须要把散户的劣根性给看出来，散户到底从深层次的为什么不赚钱，对吧？你这一点把握不好的话，你都是隔靴搔痒，都是什么呀，叫什么呀，叫那个治标不治本。要想治本，必须要认识到散户的劣根性是什么。因为什么叫劣根性啊？就是那个天生的骨子里边带来的不赚钱的这个思维啊，骨子里边的东西，就是基因或者叫思维模式，是吧？好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讲完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盘面啊，盘面也要看。昨天我们看盘面的时候有一点小不正常，是吧？但是就行业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昨天虽然指数涨了，但是更多的股票在下跌。但另外一个又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说行业大多数是上涨，是吧？这种情况就比较难搞了。如果说出现了行业也大多数下跌，然后个股大多数下跌，然后指数是上涨的，这种情况呢就严重不正常，就是假跌啊，就是假涨。但是出现了行业都在继续，大多数在上，是吧？个股下跌的股票比较多，然后指数是涨的，这种情况另外要看。然后今天呢，你看到盘面就稍微正常一点了，是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是吧？行业今天比较正常，是吧？三个行业下跌，然后你看397只股票下跌，599只股票上涨，413只股票平盘，今天涨了7.63。然后你看今天的行业方面，哪个是压倒性的呀？还是科技，对吧？那科技永远是热点，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所以下跌就是机会，回调就是机会，是吧？回调不敢买，上涨不敢买，都不敢买。为什么？回调怕买最高点，那个上涨哎呦怕追高，是吧？这都是很多人的心态。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态呢？因为你不懂啊，你不懂得科技行业的上涨逻辑是什么，所以说你会害怕，对不对？就跟在3月到6月，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手套股上涨的逻辑是什么，是吧？那个时候他反倒有一些人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疫情越严重，然后手套需求越大，然后潜在的公司盈利越高，那么它股价涨的应该越多，这叫逻辑，是吧？现在你来看科技的这个上涨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其他行业，是吧？这个是从去年年底，从什么时候啊，从很长时间之前我们就已经定义好了，这个属于长青的热点，叫经久不衰的热点。有些人说，哎呦，这个泡沫了，那个科技泡沫很大呀，不敢碰呀，怕出现那个2000年的这个那个互联网的危机啊，是吧？你完全不需要害怕，因为它还连2000年的高点都没有过。然后你看一看美国的纳斯达克都已经过了这个2000年高点多少年了，你应该担忧的是纳斯达克，而不是本地的科技。然后你看啊，我们回去2000年，你看在这个纳斯达克创2000年新高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人说了，它创历史新高之后，它的牛市通常刚开始一个新的牛市，通常它的价格还会翻一倍上去。然后你看它2000年的高点是多少呢？是4590点啊，就算你4600吧，啊4500吧。
4500翻一倍上去应该是9000，现在多少了？现在是13000了，你看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规则。如果你不懂这种规则，哎呦，你就创历史新高了，哎呦，就每天让都害怕泡沫了，泡沫了，泡沫了，都泡沫了这么长时间，人都翻一两倍了，对不对？所以说你懂得股票，你看它庄家有跑路吗？对吧？它真的又来泡沫的话，软件也会提示你，你看这散户出来了吗？然后第二次这个股价不创新高了吗？第二次股价不创新高，最晚最晚你在它少过50的时候这卖行不行啊？少过50这卖晚吗？也不晚啊，对吧？所以这边下跌跟你没有关系啊，只不过你少赚了一点嘛。所以说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没有软件，没有软件又不会看图，是吧？所以说就会变成哎呦泡沫了不敢碰啊，外边很多人跟你说泡沫太大了别碰啊，对吧？那你就听话了。但是你发现呢，这个科技股一直起，它起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现在你自己想想，其他行业的钱好赚吗？然后疫情对其他行业的这种打击，是不是远远比这个科技行业要大很多呀？然后你去翻一翻各种科技大的公司，在这个疫情期间不但盈利没有受影响，还业绩翻倍了，甚至翻好几倍。那你说如果说在这个资本市场里边是看业绩来玩股票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投入到这个科技行业来呢？因为明面都已经显示出来这个科技行业它的赚钱能力还是很强，是吧？那真正懂投资的就应该往这个行业投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导致这个行业的资本从其他行业源源不断的流入到这个行业，就跟当时手套是一样的，封城之后所有的行业都不能动了，然后都流到了手套，导致手套出现了一个超级牛市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我们再看回本地的，然后在一直以来跟大家讲的是，一旦突破了那个前期高点，它即可能会出现一波快速的牛市。你看它这个走势是相当的对称的，是吧？相当对称的。那这边呢，它是在2000年以后呢出现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结构，然后你看这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这是这么一个结构，是吧？然后这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这是这么一个结构，你看是不是对称的？相当对称。那么这一段我把它画一下啊，这一段就是哪一段啊？就是这一段，你看是不是？然后这一段就是哪一段啊？就是这一段，是不是？然后哪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你看是不是完全对称？所以说接下来它应该快速的起到这个前期高点，它应该这一波应该是直线的拉升啊，注意啊，科技股直线拉升已经开始了啊，它应该到这儿，至少到这个地方之后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呀？下跌。然后你有软件你怕什么呀，是吧？你有软件就不需要害怕，庄家没跑你怕什么呀？啊，庄家都在里面你怕什么？然后你会看到他对于前期高点的态度是直接过，看到吗？对于前期高点的直接过，对于前期高点现在是直接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呀阻力，你看到吗？就直接就过去了。本来意料到他在这儿还能回抽一下的，结果连回抽都回抽，就直接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点是168点啊，168点的这个高位，现在目前是82点。还有一半的这个距离，是吧？还有一半的距离，一旦把2000年高点给过了，那牛市刚刚开始啊！按照刚才纳斯达克的标准，它还能翻一倍上去，知道吗？还能翻一倍上去。但是请记住的前提啊，庄家不能跑，突破了庄家跑了，庄家没有了，那就不行了。要记住我的前提，只要庄家不跑，股价就不倒，知道吗？这已经进入快速拉升阶段了，知道吗？看到没有？然后你再看一看它的周线，它的日线，是吧？从这儿开始加速的。那么这个加速点是什么时候呢？你倒回去看啊，这加速点在这儿呢。它从2021年的1月12号开始加速的，是吧？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上涨。然后你看一下，今天它又起了3.54，起得非常棒。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今天的走势特征。手套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是吧？有人还真不服，不服那你就接着做手套。然后我们看 index 啊，就是这个 healthcare 是吧？调整了 technology。然后关于手套为什么不行，我们在公开给大家分析完了，是吧？人美国人捡一个快倒闭的小盘股去炒一炒，$40多million，是吧？然后价格多少钱？价格是7-8块钱，还是多少钱啊？7-8块钱，对，7-8块钱。你算一算那个价格，那个钱应该多少就能炒起来？马来西亚人特有意思，挑了一个几千个 million 的那个股本的，有2亿做空资本的这个股票去推，推得起来吗？推不起来，推不起来就会恐慌，知道吗？一恐慌就得砸盘，就砸得很惨，知道吗？当一天推不起来，两天推不起来，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望风而逃，就跟打仗是一样的，知道吗？攻城是一样，攻了第一下没攻下来，第二下又没攻下来，第三下再攻，士气已经大减，士气大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人望风而逃，接下来就是敌方开始乘胜追击，歼灭他的时候，知道吗？然后你看，今天科技又创了新高，是吧？非常非常猛烈。那有人说，那美国的那个科技股就是什么呀 ？FAN 嘛，是吧？就是亚马逊呀、阿里巴巴呀、那个苹果呀、那个 Intel 啊、Microsoft 呀。还有这个 Inflix 啊，是吧？不就是这些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吗？在撑着这个整个科技板块，是吧？那同样马来西亚呢，也是就那么几只在撑着。所以说你买对了股票就风生水起，买不对股票，那你就科技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牛市，跟你关系也不大，是吧？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散户的劣根性。什么叫散户的劣根性？散户压根儿就不会买那些高价股，对吧？他就会买一些便宜的，啊，天天问什么那个什么0091啊，什么4464啊，什么0140啊，这几毛钱的，是吧？问点几毛钱的，那这是科技的龙头吗？啊，你先搞清楚马来西亚的科技龙头是谁，你就买的龙头不就完了吗？你搞那多少钱干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算其中一个龙头，它分拆了，分拆完之后又开始爆期，又创新高了，是吧？今天最高涨到17.8块钱以上，对吧？有人说这个价格太高了，你看你玩股票买股票不是看价格买股票的，啊，价格2分钱就买，2毛钱以上就不买，你这是买股票吗？还是收破烂啊？对不对？你买股票是要看它的上升潜能。上升潜能高的就买，上升潜能低的就不买，庄家云集的这些股票别管多少钱就往里买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再看像这些有人就买那个，你看这个还没起，那些都起得很高了，这些是不是可能也会起一下呀？这个想法真的太错误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个世界呢，它永远是什么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他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富人这边富过了，这个穷人也会富起来，这个想法太幼稚了，知道吗？跟股票是一样的，哦，这些股票没起过，这些股票起了，有这么大的利好，它都没起来，它会起的概率有多高呢？这个就是劣根性，知道吗？真的是这个思维模式问题，听到没有？所以如果说你的思维模式没有富人的思维模式，没有赚钱的思维模式，你拿到多少软件都没用，听懂没有？就想买点什么1块钱以下的呀，5毛钱以下的呀，最好1毛钱以下的呀，是吧？天天盯着什么0069、什么0074，盯着那些持续暴跌的那些股票。对于这种心态，我特别容易理解。然后我跟那个有些人去聊的时候，我说你这些股票你没有买到吗？他说我不敢买呀。就一直在起，这是太可怕了，是吧？我等它大跌一下再买，我这特别一乐，是吧？感觉特别好笑。大跌一下就买，它的大跌是什么意思？它的大跌是这样的大跌。哦，
你等一个这样的大跌就等一次熊市，那整个牛市你就放弃不干了呗，对不对？然后中间回撤的这个小的这个回调他不敢买，他说我要等一个大跌，真的要是大跌跌到这儿的话，他买了买了接着往下跌。所以你知道这种心态的可怕程度在什么程度吗？对吧？真的要是给你一个大跌的话，就是熊市的开始，你买了买完之后后边就熊市了。你知道这个可怕的想法太可怕了，知道吗？你为什么等它大跌呢？它大跌就把整个趋势都破坏掉了，你买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它就是下跌的时候没有破坏掉整个上行趋势你才买吗？它大跌都破坏掉整个上行趋势了，你买它做什么？你怎么可能会赚钱？它买到熊市了，都破位了，破到这儿了，你还买，买完了接着下跌呀，对不对？所以这是散户的劣根性啊。就这么好的股票，他就说就跟买房子是一样的，是吧？就跟买东西是一样的。哎，人家的东西是好东西啊，去了那个 LV 店啊，或者说那个 Prada 啊，什么那个香奈儿啊的店里边，10万块钱一个包，能降价吗？能优惠吗？你跟谈什么优惠啊，对吧？好东西怎么可能会给你优惠那么大力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是所大多数人的劣根性，就是好东西他给你往下砍价，对吧？好股票他希望他大幅的这个折扣，这不可能啊，你不想哪儿去了，对不对？只有那不值钱的，只有那没价值的东西才会给你大幅的折扣，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的软件从来没有给你在价格上有大幅的折扣，所以他我知道他好，对不对？然后这些牛股他也不会给你哦来一个你要的那种大幅度的折扣，有没有啊？有，等着吧，可能两年以后了，是吧？可能到100块钱以后的折价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想法真的是很要命，非常要命，是吧？明明人家是好东西，你跟人打折扣，就是哦，你说我见过的就是那么多钱，你见过那100块钱包能比吗？能给这2万的比吗？对不对？所以说有人他真的就是不识货，知道吗？很简单的道理，不识货，他硬给你往下砍，知道吗？那就跟你买股票是一样的，你非要等它大幅降价的时候，降价的这个下降的时候你才买啊，那就股灾了，知道吗？它价格不会波动太大，知道吗？它跌个3-5块，跌个1-2块就很正常，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劣根性解决不了，没有赚钱人的思维，还是拿着这个小市民的思想去玩股票，那你就不可能赚大钱，是吧？哪一个好股票会给你大幅折扣啊，对不对？那想什么呢？那么这里边的龙头，这里边的龙头除了那些创新高的，是吧？创2000年新高的，那你可以选一选啊，创2000年新高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业里边去选一选创了2000年新高，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是应该是10年，是吧？2000年20年，是吧？2021年是21年了啊，不到20年，20年创20年新高，在这个行业里边你去找一找，创了新高的就是龙头啊，它率先的突破历史新高了，这不是好事吗？对吧？20年乘一个250是多少天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算一算啊，20年乘一个250，就是5000天，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一个什么呀？放一个5000，啊，这儿就放一个5000就好了。你看有没有啊？有没有创这个20年新高的这些股票出来？我们选一下。为什么要选创5000年新高的？那就是叫龙头啊，那就叫跑得快的呀，是吧？跑得慢的连2000年高点都没过，2000年高点过了以后还得翻倍呢，是不是？关掉一下这个。哎，奇怪啊，关不掉了，
稍等一下啊。我们选一下那个创了2000年高点的这种股票，是吧？还有即将可能会创2000年高点的这些科技股，它就是龙头啊，是吧？科技股在持续暴涨的时候，你要找龙头股买啊，你非买那些哦，这个这么大的风口都没起那些科技股。有人说，哦，这些便宜，它后边也会起，你这不是一厢情愿吗？对不对？它起不起，你说了算吗？你说了不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真的是很要命，知道吗？非常非常要命。有些人还选股是吧？选股就算了，有些人选公司，你看这家公司应该是科技里边龙头，这家公司应该那个现金流比较好是吧？别选公司了，想赚钱选什么公司啊？对不对？这家公司的业绩最好，有什么用啊？好了，我们来 filter 一下啊，应该不出意外就一直，你看就一直，不就是他吗？他就是龙头。再来一遍哦。5000天，然后 filter 一下，你看就一直，他就是龙头啊，对不对？你看。它的2000年高点在什么地方？你说它很高了，30多块钱，40多块。后边我跟你说，它从那个多少钱起来的？你看啊，它这个历史新高是多少？什么时候？我们去看一看，研究这个股票。它的历史新高的这个位置呢是多少钱呢？是27是吧？27，翻一倍到54，现在多少钱？现在34，对吧？当然前提是庄家不能够少啊，庄家不能少，是54，低目标位54，我们是需要看它现在刚刚突破第几个月啊？第二个月是吧？第二个月，然后我们再看它那个 Orange Node 这个 chart 来讲呢还没有过，那 Orange chart 是56，看到吗？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54附近，它也是到前期高点附近，所以怎么算都是这个位置，好吧？所以说的，你的股票怎么分析，知道吗？对不对？它一旦把这个历史新高过了，它应该是翻倍往上走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像5005，它也是创历史新高了呀。有人怎么没选出来啊？这是2000年是吧？哎，这不对呀，怎么为什么没有选出来呢？然后它的 original chart 就离着好远了。啊，它前面的高点是43块，现在是8块钱才，然后现在已经过历史新高了。过历史新高以后呢，这个点是6块，应该是到12，现在已经8块了，对吧？所以这个理论你知道的话，在6块都买了，到8块，现在也赚好多钱了呀，是不是？然后于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科技里边的龙头给选出来？其实这个方法我教过，知道吗？你就是要找这个科技板块里边庄家最多的，肯定就是龙头啊，是不是？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technology， 我找到这个行业里边涨幅啊，这个庄家比例在75%以上的，甚至80%以上的是吧？我就要这些东西就完了，其他的不要，这就叫龙头。好了，还有30多只，哇！你发现这个行业多强啊，太强了，这个行业知道吗？30多只股票涨幅这个就是在，80%以下啊，这个庄家，你看特别强是吧？非常强，像这些呢就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龙头是吧？不是龙头。0068的话最近就一直在起着，这个也不属于龙头。龙头的话就是一直是保持上升趋势的，这个也不是，对吧？而且它更大的可能性后边要进入一个熊市，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个结构，是吧？它经过了一个大的牛市之后呢，后边就是大熊市，即使刚才我们选出来的也不是，对吧？它必须在近3月份到现在为止，3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保持上升的趋势才能算，
0127呢可以算啊，从三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走势，而且还创历史新高了，对不对？而且近期关于这个龙头的话，在那一天就是两天前科技创新高那一次，我们已经验证过了，是不是？然后0128算吧，算肯定算是吧。你看这一段快速上涨就是它拉动的，前面呢在六月到啊不是7月30号到12月期间呢，像什么 Franken 啊，什么那个 Pentamaster 啊，还有这个 Dufu 啊，这三只股票就沉寂了很长时间啊，从沉寂了大概是五个月之后呢，当庄家再次回来的时候又开始发力了。上一次讲过它，现在还是讲它。然后 Silver 是吧，这个 Silver 这个就是一个刚刚创历史新高的，创完历史新高以后怎么样，它就会翻倍的往上起，是吧？创历史新高的时候你看它加速了，这是正常的，对吧？然后这个0155它也能算吧，也算是，但是又不是，是吧？昨天没那么起。0166算吗？也算，3块多是吧，还是很便宜的，庄家比例也很高，是吧？一会儿我们再去盘中看它今天到底有没有起啊，它有起就算，没起就不算，是吧？啊1902啊，什么那个3662啊，这个叫科技股吗？应该是面粉啊，怎么到科技里边来的呢？但是有炒家是吧？然后这个是刚才讲的龙头，然后5005，然后还有这个5140，啊5140属于运输里边最牛的一只股票了，是吧？我们说疫苗的运输啊，那个什么运输啊，你买什么大东南啊，买什么那个 Post Malaysia 啊，买什么还有那个 GDEX 啊，你有这只股票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知道哦这个行业有机会的时候，你依然需要用这个软件来去验证哪一个是最牛的，哪一个庄家比例最高的，那你才能选对股票啊。你选不对股票，你有用武之地吗？是吧？那么这个以来，这个529它一直是一个牛市吧，是吧？一直保持牛市的上涨。还有这个5916，然后呢6483，这个最近也是很牛的。Pentamaster 是吧？啊，这个是7210，应该都是很牛的股票，但价格都不便宜，对不对？8907，好吧，就翻完了。就是这些东西啊，什么0208是吧？哎，好像刚才是选错了吗？我们再来一遍啊，应该是选错了。我们从这个科技行业里边去选。再来一遍。啊，确实选错了啊 ，sorry， 对不起啊。九只。啊，就这么九只，就那么几只是吧？几只？你看0127、0128、0166。3867、5005、5292、760，不就这么几只吗？是吧？龙头就这么几只，还有一个0208，这个也算是吧？好吧，这是关于科技啊。科技如果说大多数都创历史新高了，都创2000年新高了，这就叫泡沫了，是吧？它连那个上一次牛市的高点都没有过，所以说就不叫什么呀泡沫是吧？就只能叫正常。泡不泡沫你得看庄家有没有跑路，如果庄家跑路了就真的是泡沫了，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呢，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你听完了会感觉怎么样，哎呀挺好，或者感觉不好，对吧？但是你真把这个东西听进去的话，你能够赚到钱的概率非常高的啊。如果说那个不适合也没关系是吧，仅供参考使用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对的方法来去赚到股市的钱啊，而不是一直走弯路，对不对？走很多年的弯路还要去摔跟头是吧？我们给大家指的路都是比较能够赚到钱的路，是吧？别管怎么样，别管你用什么方法，能赚到钱才是王道，是不是？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在2月份，如果真的这个行情好的话，能够有一个不错的赚钱的这个比例，好吧？今天是立春，也祝愿大家怎么样，这个春暖花开是吧？这个春节快乐，对不对？然后呢，春天应该要播种施肥是吧？应该投资，应该开始选种子啊，播种啊，开始为了今年的收成做准备了。同样股市也一样，你做好布局了吗？啊，你选好股票了吗？选种子就是选股票吗？对不对？
当然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呢不构成任何的买卖提示和推荐，是仅供参考不能使用，好吧。然后呢尤其是没有软件的你就算了啊，不要跟了是吧，太高了对不对，确实跟到高点你真的就是买了最高点了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想在今年有一个不错的收益的话，其实这个软体真的可以帮到大家啊，无论是从我们的讲课还是从这个软件还是从服务都可以帮到大家，好吧。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用这个软件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们了，好吧。你比如说刚才讲这个3867啊，大旗005啊，几点点，那么7160啊，大旗看到吗，这都是龙头。那么0128呀，一点点，0127啊，是吧，起一点点，还什么那个5292啊，它不会起的特别离谱，但是它非常持续的在起是吧。尤其这一段你看这一段特别像刚才那个什么指数是吧，就是那个technology指数那一段走势嘛，就是这样走势对吧，它非常像，它对它的影响力会比较高一点，好吧。还有个7233呀，今天也起了不少是吧，好吧。祝愿大家真的能够通过科技来致富是吧，记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可以让你的生意致富也可以让你的股票致富，好吧。如果说你想要用这个软件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下面是我们联系方式。然后今天的晚上呢会有一个不错的内容啊，刚才基本上已经看了是吧，今天晚上有一个课程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加详细的去了解这个软体，疫苗已经抵达大马了是吧，能否让市场止跌向上呢，散户抱团手套股，手套股能继续上涨吗是吧。刚才我们谈了这些，你看看今天手套的表现就知道了是不是。那么高胜算的这个获利方法到底是怎样设计的，怎么样能够在股票当中高概率的时间你去赚到钱是吧，怎么选对行业选对股票，然后重点去每人去思考散户的劣根性，这一点不除是吧，叫穷根不除财富不入，同样在股市里一样，劣根不除财富不入，好吧。谢谢大家。
说着笑着就红了双眼。